不太确定菲菲的想法，因为丹妮都快要给他跪下了，他所以我确实是有点点不确定。请两位 leader 分别邀请一位姐姐进行最后的一对一面聊。等一下啊，给我一个名单可以吗？我现在有点懵，来快，我看我要看，真的我要看。静姐想要一个名单，她要思考一下。请王菲菲姐姐前往李斯丹妮房间面聊。我也想跟王菲菲聊，可以吗？不行，已经被选了。丹妮一下就把他给抢走了。其实菲菲也应该是很重感情的，他其实跟丹妮他们也很有感情，因为毕竟在一起跳过大碗茶呀，还有一起搞过 Manta 呀，什么这些他们都有熟人。但是我还是心里面觉得，就是不要离开我们嘛。坐下来聊好吗？I need you。我刚刚也跟静姐说了，打招呼了，我说我很难，因为李斯说他还很需要我。静姐这样完了，我要被我的金金 queen 恨死，所以我很难啊，我真的很难，我天。但是没办法，现在就是一个比赛啊，我必须得需要最强的人组建起来这个团队。你是有你的风格，我也有我的风格，但如果我们俩在一起去搞的话，我觉得会更强，我只能说会更强。所以你就是在自己夸了一下你自己吗，李斯丹妮啊？对，这个时候就不能怂了，必须要夸一下自己。他是真的是很棒，他真的能力非常好，无论是唱跳 rap 就是很全能，然后可以驾驭很多风格。如果王菲菲她是队友的话，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而且得力的队友，但如果是对手的话，那她就是一个强劲的对手。